来为各位勉励，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。谢谢。我想我必须要简短吧，刚刚是一直在点时间哈。我们亲爱的筹备会哈，我们的大副大会，主任委员还有卫生部长官，还有各位敬爱的室友，大家好。好。台湾市会经历了超过一个甲子的，我们有一个副委区、15个副区、16、17、18个副区，我们非常壮大了。壮大以后怎么呢？分支发展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是一副委区，就希望说在南部这边，我们大家一起更壮大起来。市主委在百周年庆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：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市主委。那现在全世界需求越来越多，为什么？人口剧增，尤其落后的地方人口剧增，所以我们更希望达到世界和平。所以呢，有能力的人大家多过来参加筹备，也期许大家一起来把我们一夫二妻发扬壮大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接下来